连云港地处中国万里海疆的起步，南连长三角，北接渤海湾，隔海东连东北亚，又通过陇海铁路西连中西部地区以至中亚，是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枢纽。2012年，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市区联动组团推进的城市发展战略，新海新区应运而生。新海新区位于新海城区东部，东至花果山路、宁连高速，西至豫州路、瀛州路，南至宁海立交，北至港城大道，规划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，40万人口。智慧新区，水映山城。新区以青山入城、绿水环绕、山水相映、城水交融为特色，以科技研发的企业智慧基地和城市智慧中枢为功能，全力打造一座现代化、智慧型、综合性城市副中心。显山、漏水、秀城，新海新区城市空间结构为四合、三环、四轴。四合即商业休闲合、商务金融合、科技创新合和旅游产业合。商业合、商务合、科技创新合鼎足发展，形成了未来新区的金三角。商业休闲河位于灵州东路与东沿河交汇处，规划建设特色滨水休闲街、市民影视文化中心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书城等大型公共服务与商业设施，利用水系景观打造供市民休闲娱乐和购物的景观式活动中心。商务金融河位于灵州东路与花果山大道相交地段，在云台山与花果山大道之间引水成湖，形成山水景观核心，围绕湖面集中布置高层金融办公建筑，打造融合山水景观的高端金融核心。科技创新河位于县市政府地段和高速苍梧出口两侧，集中设置创意研发办公机构，并与淮海工学院形成良好互动，为智慧新区的发展提供动力。旅游产业河位于花果山景区入口圣湖路南侧地段，引入大型主题式旅游休闲项目，建设花果山大酒店，完善旅游配套设施，打造文化旅游新天地。三环即生态运动环、步行活动环、慢行联系环。四合之间将通过三个层次的慢行活动环有机联系，分别由东沿河、云台山、截鸿沟等水系绿地共同形成的生态运动环，围绕四合形成的步行活动环，以及在步行活动环之间设置的慢行联系环。四轴分别是云台山、东沿河山水轴、花果山大道、朝阳路城市发展轴、凤凰山行政景观轴、宁连高速城市景观轴。轴线两侧将设置高品质的建筑和景观，将山水体验引入城市，打造起伏有致的城市天际线和层次丰富的山水市廊。按照公交引领、绿色发展、智慧畅达的交通发展理念，新海新区内设置花果山大道地铁一号线、港城大道 BRT 一号线等多条快速公交线路，形成两纵一横一连接的快速路网和四纵六横的城市主干网，突出生态强化慢行空间，形成三个层次的慢行活动环。望山而居，近水生活，
新区规划将为40万居住人口提供各种具有特色的宅居选择，在山水之间寻找视觉感受，形成新型的山水景观社区。市民生活的各项需求配套服务完善，包括教育、文化娱乐、社区服务、医疗卫生、邮电、体育等等设施一应俱全。云台高耸，沿河蜿蜒，新城璀璨。新海新区，一座以科技创新和居住商业为城市功能形态，以旅游配套为特色的综合性新区和现代化新城，正在崛起。